主料芋豆1000克，肉丁200克，面粉350克，辅料盐酱油葱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肉切成丁，葱切成末，芋豆切成末，油锅加热后放入肉丁进行翻炒，加入酱油，最后倒入芋豆进行翻炒。发酵好的面团拧成一个一个的，摊成皮，放入馅，包起来即可，然后包成大包子，放入锅中加热20分钟。烹饪技巧，发面包子面一定要发好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